今天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了，武林第一门派争霸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就是江湖人称商务峰的聂风。这位兄台莫非是欧阳明日？久仰久仰，看我倚天屠龙，谁与争锋？是啊是啊，我们今天两位女侠也来了，不慌不慌。第一轮游戏武侠版的你演我猜。你招无忌，哥哥，你懂我。你觉得你很了解你爹地吗？我不知道我在你心中到底重不重要。答对了。没有，我说他是谁？他好反常。哎呦，少侠！我这脑子他不要了。你说，哎，你看，雪山冰湖。壮壮，用力用力用力！要听哥这么出事了，哎呀！这次我们捉迷藏地点是云南建水古城。兄弟们上班，今天会是一场暴力美学。对，我们等五分钟，不来直接抓了。情况比较特殊，所以我一定要撑到融合开始。到底我们是捉还是他是捉呀？走，抓他来。来，有一个豹子熊在跑的曾舜晞。曾舜晞，孙龙，孙龙，孙舜晞，面具拆下来看一下。来了，死藏是吧？陈勇，孙龙，这里有人来，这区有人来。我不敢看，我现在动不了，没时间了。乔宽、宋威龙在我的正下方。宋威龙，宋威龙，看到你了。快！